好大的，好大的香蕉！哎呦！喂，我的老啊！美女，坐车啊！坐车啊！去哪里？去芽芽村多少钱呢、啊？那里68文。68。对啊。哦，好啊，给我开，我给100块。给你开？我想体验一下开个这个黑摩的了吗？什么黑摩的？我是正当的生意人，怎么是黑摩的、不是黑摩，是黑色的，我所以叫它黑摩的。给200好不好？不过还是不行哦。什么不行？给你开，等一下开坏了我的车怎么办？哎呦，我都是开过摩的的啦，我现在回农村想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啊。不是，我大把车，我其实这种车，哎，我都没开过。我也只要钱到位，你想怎么体验都可以。那个香蕉好大啊！大是大，不是我家的。加一个给我。不行的，不问自取的，等一下人家抓起来怎么办？偷人家东西不好的。啊，那不偷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啊，那你就开吧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来开也可以啊。我来。啊，好，我会开的。这样啊，对这样。哎，哪样？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勾到我这里了。哎呀，踩没？下来没？踩响先呢。哦，你这么重这个猪啊？什么猪？你看起来比我还要重。踩响啊，打火。使劲。就这个条件了哦，开车的技术那么差的，还差啊！我在广东可是开那个泥头车的哦。这样，我有 A 证了哦。把车费给你先。啊，不对呀、啊，我是模拟老的，怎么？明的我刚才给你啦。啊、对，我都搞懵了。对呀、啊，搞错方位了是吧？那我走了吧。你走了。那么急干嘛？帮我拿行李进去啊！我要搭客啊！你以为我们搭客的分秒必争啊？每分钟都是钱啊，是吧？还是以后我养你，我开那个泥头车养你啊！你养我，那我岂不是吃软饭了吗？这样不好了。软饭好吃一点啊，硬的硬邦邦怎么好吃？老麦，哎，姐回来了！哎，老姐回来了！哎，好，钥匙拿一下啊。我跟我老妹讲句话呀，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摩的佬哦，怎么了？我看上这个摩的佬了哦，老妹哟、哦。摩的佬有什么好啊？哎呀，看上，反正我就对他一见钟情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好。哎呦，那他喜不喜欢你？他不喜欢我啊。那怎么办？我想让他在我家住一晚。在我们家住啊？对呀。我想到了。等一下，等你带他进去，我只有个好办法。我给点钱，你今晚去外面租个房子住啊。啊、哦，行，你先带他进去喝水啊，我知道怎么做了啊。波地佬啊，你长得真帅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不是，给钥匙你进我家喝杯水先。对呀、啊，你开车那么辛苦，你要搭我姐回来，你看路途颠簸又累，走又渴。我妹说里面有木瓜汤，还有牛奶。对呀、啊，又有豆浆。我只要一点的那个，什么都得的。白粥你喜不喜欢？我蓝桂哟。我随便喝一点黑水就可以了，开水呀、啊。啊，开水呀、啊。啊，对啊，姐带他进去吧。啊。你们在里面慢慢聊聊哦，你们慢慢聊哦，促进一下感情哦。哎呦，我看他怎么出来，我把他的车也搞一下。哎呦，反正这里又没有摩修店，让他今晚在这里住吧。
怎么锁着门呢、啊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，美女？不知道啊，我妹怎么那么大意啊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刚才她说她要上街了，叫我在家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叫出不去啊！叫救命吧！救命啊！叫也没有用！救命啊！没有人啊！救命啊！我两姐妹在家。救命啊！还有个男人在里面说话。哎呦，这么热闹啊！你别叫了，没有人呢、不行，我得去村头那个广场那里叫一大帮人来看好戏。开门！来来来来来，开门啊！哎呀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开门啊！看他谁在里面啊？哎哎，开门了！哎呀，哎小七！哎呀，大飞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哎。没有干什么、啊，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大家都走了，你们也走了。走了哎呀，哎呀，还有这个摩的老刚才不小心被我妹锁在里面了。你抢不会？那知道了，那弄不了。哎，小青，你不会把人家人机搞坏了吗？你呀，在这里坏我好事，赶紧滚了！哎呀，烦死了。真的是，